近日，安吉丽娜·朱莉提出与布拉德·皮特离婚后，有媒体称朱莉怀疑皮特在拍新片《联盟》时出轨法国演员玛丽昂·戈迪亚。戈迪亚在一片喧嚣中选择在社交媒体发声否认传言，并表达了对朱莉和皮特的尊敬。戈迪亚在 Instagram 回应，表示并不习惯针对这种消息做出回应，也不会把其当真，但留言已影响到他爱的人，所以选择发声。他先表达了对男友及岳母卡内的爱，表示只需要他一人，也证实自己确实又怀孕了，否认出轨 Peter。 戈迪亚还表达了对此以来黑他的看客的鄙视，祝福赶着下结论的媒体和黑子早日康复，他也祝愿我深深尊敬的朱莉和 Peter 在混乱中找到宁静。